现在是8:57，我现在要去航校飞。现在是9:02，我在车上，妈妈要送我去教练的家里。现在9:16，这是我的 flight instructor 当面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要学的是在飞行中的 straight 和是在 cruising 中的 straight 和 level。然后呢，今天天气也挺好的，祝我们飞行快乐吧。现在是9:33，然后呢，我们在这儿，这儿看我们的点，我们是10:15，所以我们10:15是要开始飞。1000适合行进时的风力大概是在20节左右，不大不小的。预报天气1500，到8点大概有小雨，最好有晴了，没问题。OK， 所以这个就是说哪里有雾，然后哪里有风，是吗？对。OK， 大范围的。知道了。哦，可能差不多是在这儿。然后呢，下面也会有雾。然后我们还要看一下那个叫 no time 的东西。就是说有一些紧急的情况，或者说一些特殊情况，他们会发在这个地方。OK。我们在这个阿德摩这个机场，我们就看阿德摩的这一方。OK。这个是飞行前必须要检查的，每次飞行前必须要检查。知道了。这个就是飞机有什么问题，就是出了什么故障。然后这个呢，就是 cleared， 就是说这些东西，飞机什么时候修好的。这些都不是特别严重的问题，这是一些小毛病，就是不会影响飞行安全的问题。OK， 才会写在这上面。嗯，知道了。特别严重的，那就必须要去修。嗯，好吧，待会可以飞了。这个是我的装备，现在有一个耳机，我们需要一个耳机，可以说话耳机，还要一个地图。Where's your plane? Where's your aircraft?然后呢，下面是 fire extinguisher， 也就是 safety equipment 和 first aid kit。然后呢，现在我要把我的 seat adjust。怎么 adjust？这就是没做 homework。啊，对。OK， 中间有个杆可以转的，你看见没？就在你手旁边，是转来调整上下。它是在往上还是往下？这个是在往下，但是现在好像它在往上了，然后这是最上的。这时候可以加一个 10 minutes later。OK， we'll move the seat all the way up by turning this lever.现在要做 pre-flight 第一件事情，先我们先查 oil， 对，燃油和滑油，从这儿抓着这个地方，踩着这个地方，踩着这个地方上去，然后跳上去。你看，抓着这个，踩着这个，上来。OK。
开。是用这个？嗯。Houston。来加油。那个地方，我们。哎，等一下，打开。哦，先擦一下水。我们先擦干净，周围一边都需要擦干净。确保擦干净之后呢，我们再把这个哦 ，OK。Straight， 这是你的速度表 ，airspeed， 这是你的 artificial horizon 姿态表，嗯，这是你的 altimeter 高度表，对，嗯，开始吧，开什么始？还没讲完呢。哦，对，OK， 先停吧。好了，因为我们要开始上课了，所以后面等下来以后再讲吧。一会儿可以放一点我们上去飞的画面， okay。 然后这个小朋友要好好的上这个课，好好的学点东西。嗯。对，12:05要吃午饭了，挺刺激的。